国民党伫2022的台县树都搭搭，主席黄敦义同以及主管金夏珠伫总统府方带领大家主持。伫宣布辞职前，国民党强硬撕推同强中派的议员，就要求党内要改革。韩国同支持黄敦义的议员林亚斗，然而就伫大家讲要检讨的时节，还有总统府建议。60岁以上的总统委应该该早前推出。黄敦义请辞过后，不由总统委林荣德来代理主席，郑明忠来代秘书长的职务来处理相关的党务，韩国三月初七被改选党主席。请辞前，国民党党长董朴鳌被由国防团体抗议，金堂岛扣和尚。国民党青年社团老青壮派毅然绕去国民党改革，没有支持黄敦义的团体一同现场上任，希望黄敦义做得留任。团长林家庆带领个青年团去到现场抗议，绕口庆动。还有国民党青光总会会长李显瑞在场，胸腹剑耸，站架被捕。又被打到，可能是被摄影机或什么 ，anyway， 但是是对方先开始冲撞、跟推挤，还有辱骂我们，这就是国民党体制里面的青光会的青壮派年轻人对待比他们更年轻的人的方式。你只要有任何诉求，我们都好请他们到外面。所以刚刚最主要，我们是要请他们到外面表达他们的诉求。黄敦义是五美老中双会强词，为了摆派先附近，中双会的招聘联通党内外做改革，今年上60岁届中双会都外推出。下一届，我希望所有的大家应该，我们让所有的年轻人，不要60岁以上的全面退出了，让60岁以下的年轻的人来接班，这样才是真正的改革。谢谢。国民党媒体出派选报告，希望做得好好检讨，期待能摆做得再高，得到人民支持。让我们了解到，本党如果不大刀阔斧地进行世代交替性的改革，本党就失去存在的价值。同时呢，我们党一定会深切地反省，在接下来这段时间，我们会重新地反省检讨，我们重新出发，我们一定会有信心重新赢回人民的支持。国民党讲三月初七会进行党主席补选，老中常委先给强下判例，接下系中常委林荣德来推理主席，立法院党团长邵正民总陈氏推理秘书长来处理党务。下个新闻，王玉顺前面日特别报道。